我有一个自我介绍。志愿团员伴员还有费庆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MH2 的费庆元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 H 队周年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一年好雨，身体棒棒，心智有上，妆容最亮，约定成为耀眼的存在，开启下个奇迹的到来。费庆元 ，H 队五周年快乐！谢谢谢谢。费庆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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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那么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 MC 是什么呢？我们的 MC 话题就是在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很暖心的社交行为。对，哦，你有被暖到过吗？平时大家都语塞了，不发言了，是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很冷漠吗？我倒是有一个，但不算是社交行为，就是在我和什么瑶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在拍深写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脱掉了他的高跟鞋和我一起合照，这算很暖心的行为吧？算的。是你啊，以后每次都会脱。像我的话，对我而言啊，我觉得最暖的话其实是就是我在你旁边穿增高鞋垫吗？是，我也穿了增高鞋垫。那你对，也是因为 Long Unit 的关系。对，我的话其实很那个啥，因为我是看到迪士尼的那些 staff 每次跟我挥手嗨拜拜，我就感觉很快乐，所以我每次击掌的时候我就在想自己是不是迪士尼的那些 staff， 然后我再跟你们说拜拜，下次再来哦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，所以就每次笑得特别疯。林淑琴，哎，我暖心不是呸，这个寒冷的心从来没有被污暖过。我思考一下啊，我觉得吧，别人就只要对我说谢谢，我就会觉得很暖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反正就是跟朋友之间，就是别人对我说谢谢，我就会觉得很暖心。对，谢谢。阿欣呢？我刚刚有一瞬间听林淑琴在台下唱“有你呀，有我呀”。呀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暖心。真的吗？我是什么好可爱，被治愈到了吗？对，被治愈到了。对，就这些细节不需要做什么，只要可爱就行了。就是忽然之间，因为他唱的就是有点那种傻傻。哇哦，爱你哦阿欣。五年了。不要学我。暖吗？对这样这个五年不太好，我不想这个魔咒落到你的身上，所以你还是不要经常说这个话。哦，也是。什么魔咒啊？就是那个五年了的魔咒。对，就是五年。对对对，还是不要经常说。对，不太好。不要说。对暖心，我就觉得刚刚那个小琴那一瞬间非常暖心。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走在那个等一下，我有点热。这个话是怎么了？叫怎么接？哦，我觉得我现在不太适合说 MC， 你说吧。燥热了呢。其实我有时候在就是太暖，就是在不管是在我们嘉兴路上，还是在机场的时候，然后有粉丝是看到他们就很暖心，是吗？对，这是其中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可能有人就是会不小心，可能没有注意到后面的人，然后他们会互相提醒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”对，我也觉得特别暖心，而且还会保证很远的距离。对，说哎，想要靠你远一点，我觉得他们好暖心。哎，有的就是有的句就拍照的时候就是鞋都掉了，然后，但是为了不拍到小偶像的风图，还是要稳住。对，那句稳住，而且旁边的人还会散开，然后呢等他捡鞋，然后捡完再一起走，就很暖心。很暖心。对，其实大家都还挺好的，这个世界还是非常温暖的。对，好人还是比坏人多的。对，我们正能量偶像将温暖持续到底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蹈进行下去吧。耶、yeah! yeah!